IPv6 是下一代互联网升级演进和技术创新的必然趋势，是落实网络强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支撑。中国移动通过 3G 起步、4G 同步、5G 内生，实现移动通信与 IPv6 同步发展，并在部分业务场景率先开展 IPv6 单站部署工作。为推动网络向 IPv6 单站演进，中国移动向业界发出 IPv6 单站演进倡议，明确一个目标愿景、两个重点方向、三个实施原则、四项具体举措。 IPv6 单站部署的过程充满挑战，但也是我国实现网络技术标准引领和自主可控的难得机遇。愿产业界携手加快促进互联网演进升级，为建设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提供坚实支撑。